我迄个公文内底我拢有公文，但是家己民进党连家己民进党本身都唔知，都互因吓过。人讲啊，即恁民进党时代的定位，恁家己民进党时代迄个核定，我讲你乌白讲，民进党家己本身惊着，你知？伊嘛唔知影咧，其实我还有公文。2008年5月14日，行政院的回文，我阮管政府，就是讲政权，就是讲吼，特别行政院即将改组，所以此案关系重大，不宜做决定。啊，2008年5月14日。这个行政院的回文，还我看到，就是安尼，伊无爱，伊无爱管吧。所以结果咧，甲2008年6月24日，文迄个行政院批准。所以这个时阵，这个时间点爱看清楚。对国民党，诶，国民党伊上台，卖叫上台开始就舞落来，舞有够多，有够多，这拢是足多。啊，当然，民进党的时代嘛，无一定讲完全拢无，拢会做得真好。但是我想，伫这部分以后，还阁来检讨啦，吼，吼，还阁来检讨，吼，包括玉清，迄当时啊，做集体蓝合业，吼，诶，利弊得失，这拢还阁得检讨，吼。所以，我阁来要讲的，也是休息。叫做怪手开进稻田。这首我写这首的时候，坦白讲，我唔来靠我这边，绝对唔是咧讲伊个，是靠不靠这边。因为迄个时阵就是讲，2010年6月9日，换的苗栗县政府用开发制度。强制征收环保大埔，这足侪好个农田，吼、哦！啊，半暝啊派200多个警察去包围大埔农地，把农民赶掉，然后顾掉嘞，顾啥物人？顾予遐灌气，开入去稻田，把它搞遐田，搞遐稻啊，各位，遐稻啊是拢已经伫要收割啊嘞。都稻稻穗饱满，好，稻穗饱满，等于讲铲除农民辛苦种植已经怀孕饱穗，即将收成的稻穗，安尼，规铲规高高掉，迄农民是伫遐痛心甲哭甲讲，你嘛唔通遐熬收，啊你嘛要等伊收成好咧，伊无咧管，伊无咧管。为什么有半暝？伊无媒体知影，但是嘛，好敢知。老天有眼啊！老天通常很多时候无眼啊，但是迄个时阵拄好了了一个在地的一个公民记者，我就报了。伊都知影这个消息，赶紧去啊拍，去啊翕，啊甲翕翕的，甲铺上网，啊才流传出来，大家才看到。啊，无媒体都无人知啊。结果，这个影片播出来了，震撼国际，震撼国际。这是讲在地遐人的力量，然后若无这在地这款记者，啊嘛有活动。所以，我大概看这个影片，我看甲是哭甲。咱做事人，比如阮兜一世人，阮兜八代拢做事，我甲舅妈嘛也咧做事。咱对猪肉的迄款保守。哦，咱对农作物、农产品迄款保守，迄是一粒米、一粒饭都拢捡收的，啊，伊安尼搞搞掉，迄会使讲天若无执法，是真正无天理。哦，这个挂开的稻啊，安尼甲搞搞掉，好，所以我买啊，真正很美。我足侪好朋友，台湾农村阵线。台湾农村阵线，
真大阵少年嘛，甲起啊拼，起啊拼，吼、哦，这就是迄个社会运动，迄当时少年的时阵，恁安尼看三一八学运，吼、哦，其实三一八学运绝对有古几啊年古董的培养啦，啊、哦，就是在少年的，并不是讲汹涌传出来啊，好、哦，其实伊就遐少年的已经早都拢咧参与着遮社会正义运动啊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就迄当时迄阵。军大厅，包括台湾农村阵线的朋友、少年朋友、贵族，啊，佮其他的民间团体，足侪人都起来拍拼，好，啊，我爱写一首诗，叫做《怪兽开进稻田》。那一夜，整片辽阔的稻田平静如往昔，紧卫着村庄聚落，金黄的闷静正酣甜。西微的月光中，怪兽却化身成坦克，驶进了家园，狠狠碾过田埂的脉络，摧毁怀孕中的稻作，不理会鼓励，隐隐啜泣，用轰隆隆的声响嘲弄每株生命，哀痛的告别，宣称一切依法行事。依法运来水泥巨马，封锁道路，管制村民进出；依法调派警力，团团围住哭喊的农民，压制驱离，然后纵容怪兽一台接一台，放肆毁损五谷，铲除世代耕耘的沃土，一卡车一卡车运走。是谁在发号施令？谁和谁暗中勾结，隐藏什么目的？一面吟诵粒粒皆辛苦，一面联手执行这逆天逆地的行径。田地是农民一辈子安身立命的依靠，汗水浇灌，喜悦收成，还要传给下一代。但是一个聚落接一个聚落，一块田地接一块田地，夹发展为名的怪兽正在依法强行驶入岛屿伤痕累累的田地，在时代的潮流里呼喊，心很痛，很痛啊！当所有理性的陈情抗争，换来怪兽继续开挖的回应。当土地生长的意志如让你溃散，当粮食自主权被拦腰截断，守护神土地公也被迫流离失所。农民没有武器，没有计谋，只知道信赖厚实的土地，种下什么就回报什么，从不怨叹霜寒烈日，却不知如何抵挡怪兽横行。丁公伯啊，你已沉默太久，可否请你来指示，如何唤醒荒芜的天地良心，寻回土地的生机？好，开始。啊，这就是彼当时这个事件，好，我刺激着我。所写的一首诗，啊，当然，阮足侪少年朋友拢伫第一线，哦，去遐咧拍。好，啊，再来，反对着中科四级，哦，各位应该有听过中科四级诶抢水工程，中科四级抢水工程，哦，就是中科四级是一个。真正是一个什么款的开发案，完全就是咧圈地，为着圈地咧开发案。甲即嘛，六百外公顷的园区无半间建设的工程，的工程，伊科学园区啦吼，科学园区，甲即嘛无半间，所以最好这中科事情。咱就知影讲，伊是甚物款物件。其实后壁，阮拢知影，阮中华县的人都知影讲，
为什么伊会要补这个中科系？但是，哦，这时间呢，关于这国内后边背后足侪因素啦吼。啊，我迄当时就是讲，伊中科系其中一项就是爱抽水，啊，迄个水特别来因阮泉州诶，气压变成的水，啊，所以就是这个工地。已经开始发芽要做，哦，我一直读，一直拼，一拼拼一两年，拼足久，哦，我的农民失去来亲情，哦，啊，迄当时，伫好佳哉真侪朋友帮忙，哦，刘万里、李淑芬、李伟，哦，全程拢足认真咧顾一下，咧甲阮斗相共，哦，迄个诶李淑芬。伊是阮中华祖囝，吼，中华咱中立的，啊，伊就是会使讲，规个工地，迄个即个啊，开发一开始一头到尾，拢足认真咧顾。那斗相共的经验，啊，佫有真侪好朋友吼，拢徛出来斗，甲咱斗相共，你也照法度，甲即个总算，甲即个引水工程啊，甲动起来。不过我直接要讲的，就是讲，讲一个冥冥之中吼，那像有一挂主定数啦吼，安尼开头我讲的吼，因为迄当时这个工程，什么人上爱做的，是彰化县农田水利会，啊，这足趣味的。照道理讲，农田水利会是要顾农民。但是，因结果含阮对立徛去，吼了。啊，结果阮即嘛农田水利会最近二十外个掠起，吼，安尼你就三讲即个农田水利会，吼，有啥物问题？那，即个工程的即间公司。最近把伊个掏空案，迄头家嘛抓去，哦，所以我迄当时拼安尼个时阵，你看讲，看恁一群人，结果你甲看，嘛是出代志，哦，啊，到底司法安怎咧判，咱是无了解，但是目前个情形是安尼，所以迄当时我写着一，就写请赞助来，请赞助。就是，吼，请站出来，就是希望咱大家来站出来，吼，这是我想时间的关系，我就卖搁念嘛，吼，啊，尤其我其中搁写一首无用的诗人，写了我写一首无用的诗人，因为我拢含农民站做伙，有一摆，伫四月十当时，我含阮农民来台北。抗议甲兵情，上少十外摆。啊，各位你也了解哦，阮每一届来到台北，足辛苦。你也想第一，我来事先筹备，写标语，吼，啊，请游览车，啊，招人，吼，啊，计划，啊，然后起来，透早六点来出门，阮遐做事啊。大部分拢我即款年纪，七十外岁，几堆，甚至八十外个，比我搁较大，比我老个。哦，啊，当然五六十个嘛有啦，毋过大部分拢六七十个之下。那这人透早坐游览车来到台北九点外，我像我着安尼去到立法院，啊，迄个是行政院，行政院个时阮着遐。坐了，我还讲来遐坐，唔知哪来机会尔遐坐。啊，我坐起啊，为高粱我开始坐，还有够多。结果行政院无人要插我，无人要插我。坐到两点外，响我一个迄款足迄个大型的迄款麦克风吼，
有没有大型的号做啥？诶，扩音器吼，迄个号做音响扩音器吼。扩音器出来，货船对着阮啊，伫迄个甚至迄个门铁门拢旧咧吼，爱用迄铁门啊围围个啊，伫后壁面搞阮货。意思讲，阮已经违反什么集会游行法啦吼，啊，伊就指名讲，带头的做，蔡培慧教授，啊，搁吴英玲秘书，啊，是周乡公所吴英玲秘书，吴英玲就阮组囝啦吼，啊，指名这两个，贵义乡亲无人要操办事，靠搁甲阮话讲。你若唔走，要驱离啊，要掠！我真是硬啊，靠啊！我才忍袂住，麦克就三下通人都，就讲啊，你们要搞清楚啊！你们真正要对付的人是坐在里面在做决策的那个人呐、啊，那几个人呐、啊，不是我们这些生产农这个粮食的农民呐、啊。搞清楚你们这些吼执法者，你们来爱弄清楚的。结果我讲一句，叫准叫准，因为阮是话，我讲一句话算。其实我心肝了我知影，因为整个这所谓这开发案这政策是什么人伫背后咧操作咧决定，其实我拢已经了我知影啦。虽然无讲完全确定，毋过大约拢知影差不多什么人什么人。结果，六月底，真正行政院真大会的官员啊，迄个都抓起来。恁可能知吧？你讲行政院三十院啊，尔迄个啊，啊，你要知影讲三行政院三十院啊，专门伊咧官员啊，迄个。亲戚咧抓害，阮这边阮就差不多，阮就讲爱咱会赢，因为迄足大个，好，啊，所以这就是我迄个时阵，中科是四级的抢水工程，啊，当然，伊当时国科会主委，啊，朱静怡嘛是嘛真，啊，会当含阮有当了解，安尼。很多真侪到三间吼，那过来最后要讲着反对彰南产业园区，吼，阮中华实际上这馆长无偌济寸，无偌济寸，迄丝杯、丝碗、丝盘、丝啥物个丝带，啊，一闪一闪一闪，上家迄种好啦，这种皮丝，害我拢讲，拢唔敢讲我写诗个，因为我来看着遐，我拢感觉哦，我写诗感觉。那就真歹势，唔介绍。啊，即种环境，即种环境，啊，一直不，啊，国光石化、中科四期、彰南产业园区，建我溪州算上已经保持上好的一个农业所在，伊看阿要甲补助彰南产业园区要引进轮胎大轮胎工厂。轮胎，塑胶轮胎，我安想，真正想要修吧？你真正想要修呢，对无？啊，你工业区现济，中科四期六百外公顷，甲今还无甚物好诶工厂，吼、哦，诶科技公司要入来，彰滨工业区一两千公顷，即卖所使诶占有率。是进驻率，嘛还无几成，还阁真侪荒废，啊你唔去用，啊你看要过来开，要过来降价好个农地，所以我想嘛就是安尼，好啊，我想，这就是咱做一个写作者，但是看到真明显的一种无应该的无公无合。无正义、无合理、无公义的这社会这问题，如果你讲还佫伫遐写诗，咁除了写诗以外，你敢讲还佫忍袂住无徛出来？我讲徛出来就是讲，坦白讲，真正足辛苦，足辛苦。
这就是我一直感觉坚持讲，咱做一个啊，捌字的人，啊，会晓写字的人，咱除了写字以外，除了写文章以外，真重要的一寡社会参与啦，吼。啊，当然我含人比起来，坦白讲，含足侪足侪咱社会诶，即个社会运动，啊，是讲民主运动诶过程，足拍拼诶人，牺牲足侪人比起来，我真正讲，我嘛是常常感觉啊，佫足见效，啊，佫做一差足侪，差足侪。啊，不过就是讲，啊，一丝仔啊，参与诶经验，啊，摕起来来含各位做参考吼。我想后壁若还佫有时间，我着要来放几首啊歌吼，较轻松啦吼，哦来听歌啦，较莫定讲伫遐用讲安尼吼，那是真激动安尼吼。我想咱是毋是来听？今朝几时间？今朝哦，安尼还佫有一撮时间啦吼，安尼好，安尼咱就开始听。我先来听迄、那个，嘛是这张专辑的名，叫做《野餐》啊，《野餐》啊，这个妈妈，好，啊，我有想吼，想，啊，这阮家的树啊，啊，这阮家的树啊，好，啊，无咱来，我较轻松的吼，来听吴志莲《用我的诗乐谱曲》。来演唱。你好，先生，你怎么讲？啊？你好，先生。阮后生。哦，这阮后生足会弹的。唱啦，这人播音的是叫伊。我一个小鬼脸啦。哎呀，对对对。咱来听看卖咧。